错怪你了，不是错怪，我只是在走自己的道路。你成长了很多，小峰。我们一起去查爸爸背后的事情，好吗？不，离你太近容易失去自己，没什么比天才哥哥更让人讨厌的了。我要寻找自己的道路，我一定会查到救爸爸的方法，还有查理叔叔的下落。只要我还有着这块 Q Speed 的黑金 Q Speed 的，你到底从哪儿来的？雷佐发现我和这块 Q Speed 的有共鸣，我假装帮他查东西骗来的。不要再用他了，会害了你的。他对我很重要，我必须用他去夺得热度全明星的冠军。只要得到冠军，我们想知道的秘密就都会知道。我说不要再用他了。又来说教了，老规矩，你要是赢了我，我就听你的。